你在干什么？讲过多少次，这个圈子里不能待，乱七八糟。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？那他为什么碰毒品？你是他爸哎，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才对啊。我跟浩洋之间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变成他不相信我，我不相信他？因为这属于产业在我们台湾有前景。跟一般人问的问题不大一样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让爱飞扬在中视。